富宁地处江淮平原中部，自古就是丰饶的鱼米之乡。当地人将大米磨成粉，做成雪白如云的富宁大糕，切成厚约一毫米的薄片，米香四溢，入口即化。如果下锅油炸，更能变身成酥脆香甜的小蝴蝶，是当地人招待宾朋必不可少的富宁美味。